山城市民相伴了35年的山城电影院，在昨晚放映了最后一场电影后，正式向山城市民告别，不久将被拆除。这段珍贵的影像拍摄于1996年，是山城电影院拆除前的最后影像。冷清的售票窗口外曾经排满了长队，空荡的后场厅曾经站满了热恋的情侣，单双门进出拿着连号也不一定能坐在一起。巨型的荧屏上，转动的胶片里，挤满了我们的年少青春。